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会場に着きました。あー、いた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やっぱすごいカメラ、いいカメラ。いや、 YouTube のよく見てますよ、いつも。会場で調べて一番に出てきましたよ。私？あ、会場で？会場系の調べた時に出て、面白そうって思って。面白、何も思ってない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じゃんじょんえんでいきますか。あ、OK です。僕後で字幕入れるの簡単だから。你好。你好。大家好。你是谁？我是彩云哥的彩云。どうも、彩云です。他也是那个日本的 YouTuber。 是，就在台中，请多指教。欸，请多指教吗？然后这里是在哪里啊？欸，这里在，这里是在那个台中车站前面。那个是他是那个台中车站，就是旧的台中车站。然后后面是那个现在是，现在做新的，现在是时光庄，对，这样子的。那个是公车站吗？那个后面的是？后面，后面这边都是那个、火车的。火车的，对对对。好。这边附近有一些客运站。嗯嗯。对对，好，那谢谢。那我们今天吃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哦，米糕。米糕。我最喜欢的是米糕。哎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哥哥。ここの食べたことありますか？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ですけど、一人一個のアイス食べると本当に胃がはち切れそうになる。結構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りますか？ものすごい。じゃあシェアでいいって感じ。まあ本当デブ確定ですね。はい。ここは美味しいのでぜひ来てください。ぜひぜひ。こっちの方がね、多分あの宮原眼科より混んでない。並ばなくていい。まあちょっと並んでるけど今日は。あ、でもまあまあ向こうに比べるとまだ全然。あれ、でも今日の格好もやっぱおしゃれですね。よし、ま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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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みたいに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台中。耶，台中。但是我们已经吃这个甜点，所以我们已经吃过这里，所以我们吃其他的东西。我们吃什么？吃。哎，现在吗？刚刚吗？现在我们去哪里？要去，我们要去第二市场。第二市场有很有名的菜头糕。那我们走吧。耶，哥哥。哦，来了来了。这边已经排了。Oh man。哇，すごい現地感が。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どうぞ。这个是什么？看起来当地人的感觉。你是当地人？我好像差不多当地人，当地人。因为是这个四次二亿的人，是应该是当地人的。我们拍影片，どうですか？怎么样？いや、超喜欢。いや、なんか今日も。记得按赞，然后要。